大家好，華記2月10號深夜報道，其實現在是12號，但因為呢我現在在深圳這裡3點多，因為時差，之前在南美、智利去了南極，有個時差，現在就未完全適應。第一件事呢就是、我想跟大家說呢，就在南美的地方真的要小心，因為我就收到呢我張信用卡呢就被盜用的。咁其實我冇幾多地方使過信用卡，因為我去嗰架消費師咧就嘅消費係 Deva 嘅遊輪咧，其實佢包曬所有嘢，基本上你可以唔使使錢。咁喺聖地牙哥同智利咧就即係自己就要租酒店啦，咁但係食嘢就俾現金嘅。即係我自己碌卡咧，我就記得碌咗卡咧就係、是、我租車碌個卡啦。跟住我住咗一晚，W Hotel 就船公司嘅。咁跟住我去酒莊咧，就因為陪一位內地嘅老總咧，咁佢住 West Carlton， 我就 book 咗 West Carlton 一晚。咁啊租咗架車咁，咁跟住就冇乜使過錢啦。咁所以咧就我都好奇怪，居然喺 West Carlton， 但我唔係 100% 啊，但我覺得好大機會，因為喺 West Carlton 嗰晚碌完卡咧，跟住。前日就收到咧，就不斷有人用張卡嚟碌大概係千幾蚊港紙嘅額咧，就去book 酒店啊咁。咁啊不斷俾人哋係試緊，咁啊跟住而家就 cut 咗張卡啦咁。即係南美嘅地方就好小心，即係好似我喺內地做支付寶或者喺淘寶嗰度買嘢都未試過，嗰、那個交易咁頻繁，都冇事嘅，喺內地嘅金融體制，哇！你去南美碌過兩三四次卡，即係就即刻將信用卡俾人盜用，而家卡都 cut 埋，唉，真係好嘢。咁咧就跟住咧我就想講下咧，就頭先就上咗條擦招牌嘅片，咁啊原因就係因為咧就本身揾咗人做嘅，咁啊但係因為冇辦法啦，我就因為我人就好急嘅，佢又要可能要過兩日啦成咁。所以就我不如就自己動手拆啦。咁特別明謝咧，就有啲網友專登喺外國翻嚟，咁我都要交代一下咧。咁其實我就暫時決定咗咧，就係網紅冰室咧，我就轉名啊，因為咧就個個月見紅，生意冰封，個名都唔老禮嘅，打翻上華記茶餐廳咁樣。咁即管再做下啦，因為你睇下把王之王。開咗咁多年都要結業，飲食業真係好難做嘅而家。即係我哋有陣時都唔係話想賺唔賺錢，冇蝕得咁多就得㗎啦。即係維繫到一班網友嘅感情咁 OK 㗎啦，識下朋友。咁我哋都會掙扎求存，即係掙扎求存嘅。咁希望可以提供有一個即係啱 key 啊、啱 channel 嘅平台，俾大家一齊過嚟聚腳。咁所以咧就我哋就會繼續做嘅。咁另一樣嘢咧就係喺我而家就喺深圳啦。咁我喺深圳咧就覺得咧，而家三點幾條街都好安全，喺南美一定唔得。咁我喺深圳咧就去揼骨啦咁。哇！我真係體會好深。我喺燒翻阿 Deva 咧，即係我都唔捨得揼骨，因為佢嗰度咧喺燒翻阿 Deva 咧。那些鬼婆跟你揼咧，係$299咧，就50分鐘；75分鐘咧，就$399。即係如果咧，哇！你揼餐骨咧，即係你，譬如我哋一般嚟講揼120分鐘咁計啦，咁你120分鐘咪成$400-500，咁啊圍起條數，哇！咪成4000多蚊揼一餐骨港紙。我日日揼噶嘛，大佬邊捨得日日揼啊？日日揼幾千蚊骨啊！喺呢度，哇，300-200，乜都舒服曬，係嘛？即係喺內地嘅生活唔同，所以我哋喺歐洲嘅生活咧，我都覺得啲嘢又貴，係嘛？但係你要知道喎，我記得喺呢、這個智利嘅聖地牙哥，哇，租架車都成2000蚊日嘅，啲黐線嘅。你喺度神州租車平幾多啊？我哋喺度神州租車講緊3-4嚿水一日。哇！喺智利租車，佢啲生活水準咁低，都雖然我租嗰個係 pick up 嚟嘅農夫車，但係都冇理由買到單成2000多蚊一日嘅，加埋油啊嚇！
個油都貴嘅。喂，所以咧喺外國嘅生活咧，真係咧唔啱比例，唔啱數嘅嚇，即係嗰個安全啊、質量又冇咁高。其實呢度咧就即係食好住好嘅嚇，即係我哋始終覺得啲香港人喺外地生活咗好多年咧，翻嚟大灣區，我覺得都係一個好合適嘅。仲有咧就係、我今次翻嚟就係因為好多網友就支持啦，就過嚟深圳，跟住去中山啦，跟住就去買樓啦咁。咁我想同大家講咧，就係、因為好反應熱烈啦。點解咧？因為我哋喺2月6日到而家係第一個，週末係試水温咧已經係爆曬噶啦。聽日咧已經有超過200人咧就會去售樓處爆曬棚噶，即係春江水暖鴨先知，呢一個咧就係一個先機嚟嘅。即係有陣時咧，我哋點解話要趕翻嚟出呢個團咧？就因為呢個係通關第一個週末，你好多嘢你可以睇得到。即係內地嘅發展咧，就一日千里，即係唔到你唔服。即係等於香港咧，最近喺尋日有單新聞就係話，我哋沿用好耐嘅喺屯門啊、天水圍嗰啲輕鐵嗰啲車廂咧，大家見到係咪有啲橙色嘅輕鐵車廂？呢啲全部都係20年前咧喺日本 Make in Japan 訂翻嚟嘅車廂，但係未來喺呢一年咧，呢啲車廂全部更換咧，就用曬我哋國產嘅車廂啦，全部 Make in China。咁亦都見到好多喺政府嗰方面嘅投標咧，即係以前成日用啲西德啊、英國嘢咧，而家喺政府嘅內部工程咧，都全部好多時咧都係訂 Make in China， 我哋都係訂國貨。即係呢個係一個大趨勢，全個地球無論去到邊忽，你都見到有國產車工程，所有大部分嘢都訂我哋淘寶。呢個係一個好新，即係好有激勵性啊！即係我哋中國人站起來嘅一啲嘅，即係我自己體驗到咯。啊，即係甚至乎我頭先就睇咗華為啊，有架電動車都係20多萬，續航能力600多公里。大家都知道我搞緊電動電單車㗎啦，喺澳門。咁你見到華為呢架車都係20多萬，續航能力600多公里，哇，幾鬼吸引啊！所以咧就我覺得粵港澳大灣區都係一個契機嚟嘅，咁啊同埋呢度咧就好食好住，同埋個人就特別開心嘅嚇。咁啊，但係因為唔好意思先咁夜，因為我時差，咁我都會逼自己就瞓覺，咁啊聽朝一早咧就去嘆下早茶啊。好啦，多謝大家支持今日港住。去咗南極半個多月，食嗰啲南美餐，食到我嘴都歪埋，好難得咧食到呢啲。唔知咧，以為而家我喺南京，你睇下呢度古色古香，但係我而家真係喺南京，不過係大排檔，深圳嘅南京大排檔。江南小曲，南京大排檔，專業的。而家彈緊嗰啲咧叫琵琶，琵琶咧可以彈十面埋伏嘅，專業嘅。再次多謝大家支持啊！如果大家想報名嘅咧，就可以 WhatsApp 咧呢幾個電話號碼嘅，多謝曬。